在想，我们这一代的，其实看着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，基本上你们都可以当我的小孩了。结果今天逼到你们要在那个没有空调的疫情里面，为了自己的前途奋斗，是我们这一代跟我们上一代对不起你们，你们太棒了，你们加油。自己的国家自己救。我今天讲，我刚刚说我们对不起你们，因为我们没有给你们太好的环境，让你们今天必须要自己站出来面对这一切。那我们这些老人，你们就踩着我们背上去吧，你们站直一点，我们帮你扶住，加油。